但他背后在现实中，他实际上是一个81岁的老奶奶。嗯，是不是觉得很酷呢？那智利这名81岁的老奶奶，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奶奶。登录到大逃杀的电话游戏，是无情凶猛的猎手。大家可能很好奇哦，老奶奶怎么会开始打电动呢？她的孙子已经被当成了一位老伴的女性，而陷入深深的孤单之中。于是孙子就决定要将老奶奶引进游戏的世界，开始教奶奶如何打电动。而这3年来的老奶奶，这样玩着玩着就玩成了电玩具，变成了高手。老奶奶在受访当中呢，也笑称自己一开始对游戏是一窍不通的，她一开始是由鼠标的开头打击。如今就不同了，老奶奶在游戏的世界中几乎是无神级别玩家，距离只有300名玩家的最高最高的级别的时候，她是最低的。这只是说呢，老奶奶不是在上面像其他玩家分享她的电动玩具技术，而且是在 TikTok、在 YouTube 等各大平台也累积了成千上万的粉丝。是的，打电动不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。新一代人气歌王，传遭父母反对秦冠副总裁，范冰冰新年愿望想交男朋友。梁朝伟刘德华狂比四款大戏，刘嘉玲困不下第三导演。巧遇周润发满身是汗，网民留言狂问发哥是怎么看的。职业点击大涨，宋之飞一走红毯，李帝勋夺奖。说李善都是演员梦想反了。好，看各位的快递，今天节目到这儿来到尾声。如果今天的新的资讯，请浏览我们的线热点网站，别忘了帮忙点赞。明天同样的时间，同样频道，再跟您一起新闻早报看。谢谢各